是好多时候你对他的观察的不准确，或者是你想当然的认为是怎么样，他会误导你。然后第三点是我们的关节问题，第四点是我们的牙根吸收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全身的状态啊。这个呢，这个我不展开给大家说，但我就说一下成人为什么复杂就在这里啊，这几点。有人专门弄了这么一个东西，叫成年人正畸须知，意图呢是把我们所有都在网上找的，把我们所有的一些这个并发症啊，或者这个或者是不好的，全部把它摆脱掉啊。这个当然他当初说的有些是对的，有些说的实际上也不是很对啊。实际上成年人矫正，从他的这个程序上来说，应该和我们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对吧？就是我们检查诊断，做问题列表，然后确定我们的这个矫治到底怎么做，它的限度，然后来确定我们具体的目标和步骤，然后开展我们治疗过程，最后结束保持观察，就这么一个套路。这个套路下来呢，你要去看哪些地方会让你有问题。前面病史采集的时候，你要关注他的全身状况，因为全身状况跟我们矫正有一些关系。第二，比如说我们的形态检查，我们要做了这个核磁共振分析啊，这一般不会出问题，在功能检查上容易出问题。什么问题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关节的检查、下颌运动的检查、咬合接触的检查，很多时候做的不充分。这一部分留下问题。再一个呢，我们在确定矫治的限度，确定限度的时候，这边到底是手术非手术，拔牙非拔牙，你在确定这个限度的时候，这里会有陷阱。什么陷阱呢？比如说第一，这个患者对治疗的理解，或者说他对这个治他的主诉，他深层次主诉要搞清楚。第二，就是你对他整个的这个患者的一个诊断，你的这个诊断是不是全面、充分和正确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设计他的利系统。这是实际上对医生的一个考验。当然呢，他本身的一些他自己的状况，他容不容易丢脂肪，他的牙周状况好不好，这些都得注意。然后确定了我们的目标以后，我们怎么去动？当然这是具体细节的问题了啊。为什么要说考虑全身状况？大家看哈，一些问题，比如说哮喘、糖尿病、高血压、白血病等等，它会跟我们的牙根吸收、过敏、牙周疾病、牙龈的肥大、心内膜炎、黏膜病、牙周的疾病、牙关节疾病等等都会有关系。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口干，很多病来了，你一看一个成年人，连我们的这个光滑面的龋坏都很严重，你一定首先看的不是让他去牙体牙髓科，你一定要让他先去黏膜病科看有没有黏膜病的问题啊，这个所以说那个，这全身这个状况一定是需要考虑的。然后另外要警惕我们的关节问题。哦，这个病人的片子，这个病人少了张片子，这个病人这个片子没有带过来。本来想给大家看他的一个头颅，一个那个曲面断层片。这个病人是我接了以后我很后悔的一个病人啊。因为当时那个时候很年轻哈，也不知道他的这个，但这个病人呢，从表面来看他已经做过治疗，拔了两颗牙了，拔了两个上齿，但是呢全口的咬合不好，严重的高角，面角很高，
他的头颅穿越片我们也放上，他的曲面断层片有，然后这个 CBCT 放了几张，他的 CBCT 呢从上面看的不够清晰哈、啊，这个断面以他的这个骨头已经有吸收了，这是我们看的这个我们拍的薛关节的薛士卫，你们拿到这个片子可能是找不到他关节在哪里啊。比如说我们左侧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关节，这是前这是后，从这上来这个左侧看我们左侧的这个地不大，从右侧我们的关节来看它的上间隙后间隙明显增宽的，这个后间隙还可以，右侧的后间隙就增宽多一点，而且你们在片子上或者是全景片上看到这样的一种形态，我们的关节科望突呢一般来说很圆滑的，这样你要如果看到关节科望突，哎，它有一个头，一般来说呢都是吸收的，那种很麻烦，所以说让我们科里一般要让去拍关键片的话，一般来说会给个报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我们的后间隙增宽右侧对吧，一看我们的后间隙是增宽的，然后一般来说它那个关节科导突的吸收它就叫磨损，一般他们去报告这么处理，所以说呢他能给你一个报告双侧的捏合关节紊乱病，当然了实际上你拿到这个报告呢对你来说你只是给患者一个交代，你这个关节有问题，可以起到一部分保护自己的作用啊，但实际上对这个关节它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是不明确的，要想搞清楚到底是问题拍核磁共振一定要看他现在关节盘处在哪个位置上，是一个可复性的盘前移位还是不可复性盘前移位，如果这个患者你不用拍都可以明确的知道他是绝对的一个叫不可复性盘前移位，才能导致他关节科状突的一个自溶性吸收，他的这个前牙的咬不上咬合不好，跟他的这个或者说他的下颌平面角来看越这么陡，不是说他发育的就这么陡，而是他的这个科状突变短了，生枝变短了。这个病人后来有一次做治疗的时候，他妈来把我吓一跳，他妈来说刘老师你看这他上小学的时候照片，说你看这脸型多好，说这也不用你给我整这么好，这样脸稍微短点行，我说给你做不了啊，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关节科状突到底他的吸收是不是正在进行的还是已经停止了，一定要做一个甄别，要不然你接到这病越整越厉害，你会非常麻烦，所以说成年人不是说开合复杂，你看什么原因导致的开合，如果是科状突吸收导致的开合你很多东西治不好的，所以说呢我们对这个事物的判断呢好多时候它会你要是想了解的多可能你害怕的东西也多你不敢开展啊，但是呢你要不了解你装瞎子吧也行，但你又害怕哪天你遇到你明白的人啊，这个关键的问题现在争议很大，到底是正畸能不能引起关节病，很多原来说哎，这个他正畸做得不好引起关节病，而且国外已经有这样的人赔了$100万，但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正畸治疗能够引起关节病，但是关节病一定会导致错颌畸形，如果他的关节出了问题牙绝对会有表现啊，当然现在对大家关注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很多时候社会上有很多班，然后比如说现在这个周大夫参加那个 RW 的班，可能学费要交7万块钱啊，就是学这个关于关节的啊，他们要对这个要做一个什么判断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啊，他们认为他的关节，认为他的关节有问题，很多时候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带板带矫正器，然后让你的关节症状消失，实际上并不是治疗关节病。你社会上有很多这种误解，觉得哎学习那个就能把关节病给治好，那不可能。关节我们是什么医生？我们是正畸医生，正畸医生是遇到没办法遇到你这关节的问题了，我才去关注他，不是关节科医生。关节科医生他是完全不考虑你这个错颌畸形怎么样，他从他关节来出发的啊。别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她有这个明确的关节病史，而且呢，她有这种张口受限的经历，她就是因为这个来的。然后呢，她想，这个要改善她的关节症状，你要看她的咬合呢。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接下来她，即使你有信心和把握，能让她的关节症状缓解，也不要给他这么大的期望啊，你只能给他说说的看。但是呢，你可以把他的牙裂排好，对吧？让他的咬合排好。当然，他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比如说有一些牙齿的直立呀、啊，或者说是牙弓形态的问题呀、啊，啊。然后呢，我们一定要做一些详细的关于这个关节的检查。然后比如说有没有疼痛，开口型是怎么样，然后很多时候一定要看他的关节科状图的一个光是这个曲面断层还是不够的哈，一定要 CBCT 最好是公正来看他的关节科状图的表现，然后也可以看到一些关节间隙的表现，一看这里有前间隙明显增宽，后间隙减小，然后还要怎么办？要上颌架，上了颌架以后要找到它的正中关系位。你从这里看它接近中性，它实际上它真实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尖对尖。所以说呢，这个病人就给他上了颌架以后，先带了这个合板。戴了六个月的合板，他关节症状也改善了，没有脚手了。大家想啊，弹响是好事情，千万不要觉得弹响很糟糕啊！你有弹响，说明它是一个可复性的盘旋移位。你要是没有弹响，本来有弹响，咱们没弹响，基本上来说，它好的可能性很少，基本上来说都是从可复性盘旋移位变到了不可复性盘旋移位，所以他就不想，这并不是好事情啊。然后带了几个月的合板，然后在面型上没有太大的改善啊，然后再继续给他看了拍了又拍了 CT， 然后做了一些比较，然后发现呢我们的后间隙没有原来那么窄了。实际上，好多关节间隙一点的改变，都能会对我们的这个症状，对他的关节症状有很大的缓解。然后呢，本来这个病人应该是一个84克亚的病人，但是戴了合板以后，下颌后退了，成个远中间对尖了，算了，这个病人呢就单合拔了牙啊，就单合拔了两颗牙。下颌就没拔牙，所以说呢，到最后就要给他走成一个完全远中的关系，磨牙走成一个完全远中啊，就被这个地方没刷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正中关，我们的这个 CR 位，我们的正中关系位和我们的牙间交错位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个时候他的关节区的症状，关节区的绞索自然就得到了缓解，但并不是他的关节病就好啊，只是说他的症状可以改善啊。好多时候我们这个颞下关节，
它是全身最复杂的关节啊，这个就不必大家讲，以后有机会大家可以了解啊。它上面的关节盘，然后它周围的关节的韧带、关节后区，被包在整个关节囊里，还有这个是我们全身结构当中，又能负重又灵活的一个关节啊。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是我们青春期的一个特发性的科图新生，刚给大家说了，女性开合这种一定要当心啊。然后呢，当然你更倒霉的是她之前没有，在角质中开始有了，那就不要怕了，那你这个很难解释了，因为现在罹患纠纷是举证倒置，你得证明你的任何一步都是规范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了，这个所谓规范呢，实际上也很难讲，因为咱们到现在啊，这个咱们现在所做的这个治疗，这个一两百年以后，说不定我们现在做的都是错误的，这也完全有这个可能性。但咱们现在呢，所以说，在我们现有的知识框架下面，能够满足患者的需要，啊，不违背基本的原则，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啊，你考虑太多也没有用，你总不可能这个来了被你判啊。说明一百年证明这个种植牙是更大的错误，对吧？那这是一些成年的病人。成年病人给大家这个看几个啊，成年的病人你做好当然会非常有成就感，因为病人对你会很感激啊。啊，这是一个19岁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她的这个这不是她笑啊，这是她放松状态下的脸啊，然后唇部凸度很大。看关系很好，没问题。看到我们上下前牙是纯平的，但这个时候你一看，哎，这个科普形态，你就会想到，你看多了你就知道，这个病人以后绝对能做好，因为它是一个牙性的凸，骨骼是没问题的，做完以后肯定很漂亮，是可塑之才啊。然后呢？你看哦，这个面下颌皮面角39，那颗也不算特别大，啊，然后呢，这个我们的下眼皮已经纯平了，上中间也纯平了，但这个病人呢，他属于已经算是高角了，但他不算是很高的，所以说我们想要给他做垂直项目控制。这个病人是我第一个打钉子的病人，应该是06年。06年的病人啊，因为在很早以前呢，也不能说对钉子有看法吧，但是起码想的是，哎呀，这个大夫水平高嘛，你不用钉子一样能做好，是吧？但实际上你用这个，你要想做到对垂直项做一些很好的控制，你离开钉子还真是非常麻烦。单纯矢状项，我们不要认为打上钉子就是为了往内收牙缝收多一点。钉子是比我们的打在我们的骨头上，比我们的银元要高吧？它一定会给你整个系统带来一个垂直项的力量。所以说呢，它对垂直项绝对是有控制的哈。当我后面给大家讲生理学的时候，大家就更能明确。原来的时候，实际上好多这个，不要说像咱们啊，所以很多咱们正畸学的一些大腕的哈，包括他。刚开始认为打钉子打的这个位置比较高，打这个地方起码比天眼沟要高吧。这么一拉，觉得我们的上中间牙应该是伸长的和压低的，所以是压低的是吧？你真正打钉子，你会发现它是压低吗？它不可能压低的，它压不低我们的上中间牙，它压低的是我们的磨牙。为什么会有？是因为我们把整个上颌当成了一个整体，
它的主力中心在这儿，我从这里拉它，我们的整个上颌牙会被这么转，它会伸长，磨牙会压低。想到我们的前牙力怎么办？这个地方再打两个钉子。所以说这个刚开始都是有误区的啊，觉得钉子比它高，你准备压得低，这肯定是想当然。后来这个病人，你看果然他的符合越来越深了，对不对？已经盖住牙了，盖住脱条了。但这边打上颌打钉子呢，让他们去打的，然后打两个1.4还1.2钉，不好。后来又重新打了一颗，然后不光打了钉子，因为我对钉对前牙修钉子那个时候不是特别有信心，所以后面给他做了敲钉工、多用途工来给他再配合的压力。然后这是治疗结束后啊，这个时候钉子还没取掉，取这个钉子是不需要打麻药的。直接涂点碘伏，然后用针刺拧下来，或者 用专门的这个装置把它拧下来，就是非常简单，病人不会感觉到疼的。但这个病人呢，正是因为我们的上牙，我们上后牙有的压低，所以说呢，大家看到没有，从30度变成26度。我们的下颌平面角反而减小了，它减小了什么意思？大家看，这个平面跟我们的方耳平面这个角度减小了，是不是说明我们这个平面往这旋了，做了一个这样的旋转？这样的旋转，我们颌骨就会靠前，我们颌骨靠前，我们颌骨的形态才能出来。所以说呢，你再看它对比，这是它治疗前后。但你看他稍微笑一点的时候，虽然露龈很厉害，这时候已经开始熟悉了，然后再笑一点他都这么多、然后呢，你要从侧貌来看，他颌骨往前旋了以后唇内收了。如果这个病人很多人没，就是说一段时间没见过他，从这里到这里肯定很多人认为他做了手术，对，因为颌骨的形态完全变了，唇部的凸度也改变了，整个面中分变平了。这是又保持了2年，因为当时他2年1天都没戴矫治器，都没戴保持器，当时把我气得不行。为什么？因为他来的时候他告诉我，我的下牙有点拥挤了。但是这个病人大家看啊，从治疗结束的时候把它排齐，然后把它的这个把所有的间隙关完，竟然他2年没戴矫治器，他复发的不是哪里，复发的不是拥挤，不是这个间隙，而是拥挤。你下颌即使你拔了牙，3到3的这种拥挤仍然是很容易复发的。从这个角度上考虑，可以考虑做舌侧的固定保持。那你从其他地方看，那缝隙一点都没有复发，2年都没戴矫治器，戴保持器啊。这是一个。再给大家看一个，再看一个凸的。那少看一个吧，再看一个三类吧。然后还有好多的手术的，我会穿插在中间给大家看啊。这个病人大家一看，一个成年人肯定是一个手术病人，对吧？面中很凹，他要如果想改这里的话，那一定。但是这个病难在哪？难在哪里啊？大家看，我们的磨牙什么关系？啊？是不是完全紧绷了？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的五是应该咬在这里，对不对？现在咬这个，整整错开了一颗牙，
对吧？但是这里错开了一颗牙，但是我们的前牙竟然还能有辅，还能有一点点覆盖或者是切合，对不对？实际上对患者来说，他觉得他不严重，他说我不是很厉害的地包天，为什么？因为我前牙能盖住。你们要遇到这一种，这才是真正复杂的。为什么呀？因为你的下前牙舌挺的太厉害了，上前牙唇挺的厉害，所以勉强能盖住。他的后牙跟他的前牙表现不一致，这种就比较麻烦。你要如果说后牙到这里，前牙到这里，盖的反了很多，反而好办。那种时候你很多时候你拔牙收进来，因为你下牙肯定不是舌挺，所以那种反而好办。这个病麻烦不光在这里，还这边。大家看这个三没有，这个三是在外头，在有点偏唇下，接近不够。所以说这边的关系是不是就没有那边关系厉害？这边表现为一个中性偏远中一点的关系，对不对？能理解吗？就是说你要看五的话，是不是还差不多呀？上五咬在下五六之间，对吧？就是说它是中性偏远中一点的关系，偏近中一点的关系。它为什么会这边表现一个很厉害的完全近中，这边是中性偏近中呢？而是因为这个三在外头，这边的磨牙往前跑了，对不对？是不是？这边磨牙往前一跑，表现出这边的关系好像不重。但他拿这个病例以后，大家想怎么办？前头还有腹横盖，后头成这样了。然后我们拍了这个多侧片，我一测量，你看，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上颌坐垫，上颌最前边。上颌骨的最前面很凹啊，一看我们的 AB 负四度，我们下前牙81度， NB 负四度，下前牙80度的话就到了手术指针了，就可以做手术，但是这边不同意手术啊，当时他就把两个下巴先拔了。我是怎么给他办的啊？大家想，我不刚跟你说了吗？这个三，好，可以回来啊。我们现在上前牙，正常105度，现在已经117度了。我们上前已经往外呲了，对吧？往外呲挺多了。我们下前牙往里头趴的，上下中前牙的夹角，你看上下中前牙的夹角还接近正常。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这个我们往里头下颌往里头趴着，上颌往外撅着啊，好像正常，还接近维持着我们这个角度。但是对于我们整个治疗来说，你从原来正常的一个交角和这个交角虽然不变，但是表现成这样，但骨头框架还在那里，这就会治疗非常麻烦。因为如果这个三，因为一看到这种情况，你很显然不敢给他拔牙了，上面已经很凹了，然后下面你要拔牙的话，你会觉得下牙已经往里很趴了，也敢往里收嘛？你通过拔两个四往里收的话，你很担心。所以说呢，我们想怎么办呢？先不拔牙，我要首当其冲，我要想到把这个三放进去。但这个三怎么放进去呢？它没有空了，它的空到哪里去呢？我刚刚说被这个六往前跑了，占据了，对不对？我现在想要做的，先把六推回去，推回去以后，把五四也推回去，把这三放下来。那突然想，那行，你这样只是把三的拥挤的问题解决了，那这边的磨牙关系不更差了，对不对？这边的磨牙关系就跟这边一样，都成了一个很严重的竞争关系了。这边啊，这个病是我当时用了咱们国内一个教授发明的托槽哈、啊。